这个呢？这个我又愿意付费了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再来。哎呦，是什么？那我来十遍吧。十个。等下吐出来了。没有十个，九个，还要一边笑一边打嗝。放弃，不要，这分咱不要了。太厉害了，这不比啥都厉害啊！我能打嗝，但我不能动脖子打嗝。我可以动脖子。哇，这个太难了。我会一直打嗝，但是我不会动脖子。你咋打呀？你动脖子，你动脖子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啊！咱们终于能完成了啊！我可以，胡兰哥又来了，我会，这个会。这差不多吧，大哥，不算，胡兰得进 ICU 了。你们那都叫口技，这才叫打嗝啊！这叫打嗝。呼兰这轮不算分啊？为啥不算？这个不能算，因为动作不标准。这个太不标准了，这 ICU 水平了。我试试啊！我们派出苏可苏老师。哇！哎呦！行了，哥们，够了，这个挑战成功了，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恭喜红雷哥组获得一分。耶！这个太厉害。现在子涛组第一名。头一回。第二名是娜姐组。大家还有没有要展示的技能？请继续。我们两个人八秒喝一瓶水。八秒喝一瓶水，你能吗？你能吗？你啥也不行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九秒。九了。两兄弟。现在都还没喝完。他可以。心酸吗？这个环节为了留下来，高瀚宇用19秒，徐正熙12秒，那也很厉害了，9秒也很厉害了。你们重新设定一下挑战时间，那我们就设定9秒吧。9秒，我吃好要灌水了。我也是，我也要灌水了。我们来，我也上灌水，你给我来一个，你正好灌个水。哎，你们不能歇会儿吗？你们三个只要有一个人低于9秒，就算成功。来吧，准备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六、七、八，8秒，5秒，哇，太凶了！你才是青蛙呀！我们真的是水牛，就是我们喝很多的水。哇，你们这个组太恐怖了。没有，你要知道，他是一天喝一箱的，他是这个水量。我喝水喝的比较多。他一天喝一箱。哇，我哥哥以后就叫下水道。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玩游戏得第一名。哥，原谅我一次，我十几年第一次玩游戏拿第一名。十几年第一次第一名，什么概念？还有人挑战吗？没人挑战的话，就子涛组独得4分。你们上一个呀，走，补点水。我们仨，准备开始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哇！挑战成功。三个人都挑战成功，加4分。现在还不如不上呢。我们是送分童子，
目前用时最长的是徐正熙，12秒。发起人12秒，你是发起人。大家挑战都是8秒，8秒以内。